山绿起来，人富起来，山也绿起来，山也绿起来。好吃吗？这个好吃，这个也好吃。好，这还有另一半。红豆，宣阳国，喝出来发几只。好突然的镜头啊，很久了，哎，又很久了，就是钟老师过于投入我在分这个高，兴致勃勃的分了，哎，问个，哎，可是你把它分完以后，你说了别的。怎么会知道就是下巴也需要打腮红呢？鼻子打腮红是跟他学的，下巴为什么要打腮红呢？是因为我发现我最近 P 图的时候，然后一点那个加腮红，然后发现下巴也会。我想下巴都打了，上面也来点吧，不然樱桃发黑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满脸都打红了。钟老师还没有涂口红哦，并不是苍白啊，而是全脸闭嘴，嘴巴上涂的润唇膏，最近屎皮有点油，不是猪油哦，谢谢。就是看你屁屁的这个唇妆啊，特别的波光粼粼。轻轻像我的嘴巴，当然很油。Later， 我是林，做林佳慧的时候还没赢过。寂寞在唱歌啊，没听见吗？这个你的爱一直很安静。你看咱俩。这怎么不会唱啊？那他们不是一起的吗？都是那个阿桑的歌。你听寂寞在唱歌，我只听过《仙剑奇侠传》里的歌。哇，脑子摔坏了！你看他翻白眼，二白眼。啊？可能我们还是有代沟。有代沟，有代沟。虎年的人跟兔年的人，就是还是有点代沟的。我为什么这么油？应该是家里白吃了。这不是互动，你这是喂食，是往嘴里放。这是一个望远镜。你们不是说你我也觉得就是，既然他要求不会。哇。好厉害，好聪明啊！我们拼以后我们要划船去，划船去舞台里面跳。不是，我们是要在那个莲花绕上吗？得从后面绕过去。不可能在水里。在水里。先看一小段舞蹈吧。这个肺呀、啊，全是那个干冰。你看，车成这样了。对。你坚持住了，你今天很棒，还很厉害。手臂就不要掐住。